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。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智拜访前总统陈水扁，扁允诺担任选务及市政最高顾问。姚称扁为史上以来最好台北市长。姚文智，前北社副社长金恒磊今天19日上午至高雄市扁宇所拜会，众人会谈约一小时多，扁亲送客到大楼门口，但并未发表谈话。姚文智受访表示，陈前总统允诺担任最高选务顾问及未来市政最高顾问，民进党向来就是逆转胜，当年台北市长选举三足鼎立胜选，这次也将胜选。姚文智说，陈前总统是史上以来最好的台北市长，2014年他当选民进党唯一北市立委，曾当面鼓励准备选市长，要终生带担起责任，继续带给市民快乐、希望与幸福。金恒磊表示，柯文哲来拜访阿扁不见，对民进党参选人却全力支持，看好姚后续选情。